个星期，阿贤带你到70多年历史的老面摊，品尝边制作边卖的手工客家面。哇！10多岁就已经在这边吃了喽。要吃要找来。就快要绝迹的手工老鼠粉，完全用白米制作，只要加入肉碎，搅拌3-2下，马上就成为最乡土的人间美味。有米味的老鼠粉咯，如果唔系佢呢度出噶啦，好难食喺度。阿贤人情味本期菜单：老鼠爱大米。阿贤准时给您上菜。